心灵法门佛学问答：问台长您好，请教一个问题。我是很小的时候被抱养的，养父母都不知道我最初的名字，请问要怎样做改名声文？答：您可以用证明声文。卢台长博客左栏有证明声文样板，可以下载。操作方法可以参照《佛学问答二》和《佛学问答八十一》中有关改名声文的问题。证明声文样板，请用黄纸打印出来。 该方法仅适用于不确定原始名字的人。和为抱养来的孩子证明？